一下啊。要看我的外星人，你怎么知道埋汰外星人？戴帽子，因为我头发特别乱。我长痘了，我上次说的。是吗？我上次有跟你们说我要买外星人吗？换电脑吧，但是我还没有调好。该吃鸡了，一会儿吗？我发烧都是多久之前的事儿了？不是啊，我戴帽子是因为我头发特别乱，然后我懒得弄头发，我就把它扎起来了。哎，这科尔必斯。啊，好爽。我
洗头了呀，我昨天洗了吧？昨天洗头了吗？昨天洗头了。我这个刘海。什么叫为了遮住发际线啊？你们看我这个帽子很可爱的好吗？这是猫，这不是酒，这是可尔必斯，就是有一点点酒，好像3%的酒精浓度，加上微碳酸，更能感受微酸微甜的舒服口感。这我灯了，我开下看。这个灯开吗？开吧。不唱歌吗？我这个设备估计等我开电脑试一下吧，主要是没有伴奏，我得下伴奏，因为我是买了台新电脑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电脑吧。接下来很多很多的日子我要跟它同甘共苦。哎，让你们看到了我的电脑屏幕，没想到吧？这个屏幕也是我，我新买的哦。为了打游戏也是，为了打游戏也是蛮拼的。对的，为了吃鸡买的。我们网瘾少女就是这么直接。为什么买笔记本？因为出差呀、啊。我单手是拿不动它，我单手。我单手也拿不起什么呀，不仅拿不起它，我单手拿不起很多东西。这个刘海有点丑，发个微博吧。哎呦哎呦，男朋友是谁？男朋友是彭于晏。我呢？没有登记吗？你们连我机械键盘都听出来了。我为了买游戏专门买了个机械键，我为了玩游戏专门买了个机械键盘，还把我的鼠标带过来了。就玩瘾少女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的微博密码是什么来着？手机发，
看吧点 TV 去换一顶帽子。哎，不洗头的时候戴什么帽子感觉都不怎么好看，就这么着吧。找表哥一起玩游戏，我今天是准备打游戏来着。这个好想放高一点。我在台北呢，我在出差。我在这边拍 MV。在哪？台北。洋洋病好了吗？什么歌的 MV？ 我自己的歌的 MV 啊。有男主吗？好像有，有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啊？要不然你们要电话号？不是彭于晏啦，我倒是想。我关一下灯。加鸡吗？试机一会儿，你是我的游戏粉丝是吗？是爱看我游戏直播的那个观众，你真有品味，我非常欣赏你。
唱歌唱不了，我这电脑没伴奏。我今天其实就是来打游戏的。我这有个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台湾之后一直在长痘，热气吧可能。湿气太重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估计就是这个原因。我不唱歌，你们怎么活？悄悄告诉你，隔壁平台，听我今天播没播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。隔壁平台有人唱歌，来吧，让你们看一下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给你们看我的窗外，万一真有人知道我住哪儿怎么办？因为我这两天都在录歌，我昨天在录歌，今天也在录歌，我现在嗓子就是哑的状态，就觉得听起来特别有磁性嘛，有那种成熟女子的磁性的魅力。试一下，我用这个声音说话，好吧？我们语调是可以随意转换的，我稍微提高一点音调。玩游戏，我准备玩游戏了，我先开电脑吧。但我跟你们说，我电脑里我的那个库格里边没有歌，你们会很无聊的。我这个电脑买回来之后，嘿，除了下游戏，然后我什么都没弄，我买回来就先把游戏给下了。稍等啊，我要什么无缝衔接？稍等，好，我先这里先关。